7:52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期待哦。隔很久没钓鱼哦。这礼拜刚好可以休礼拜六跟日，所以我们这两天都会一起去钓鱼。钓鱼。明天要用的话，我们会先用大酱跟白吉努。我们是参考礼拜一喜多的又有攻略先去做。我甚至不知道我是怎么弄出来的，完全毫无技巧哎、欸！我白吉努真的蛮香的。嗯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大酱的味道哎、欸，因为我喜欢大酱的酒糟味。会中酒糟好看你半夜傻好疗愈哦。我满满的期待啊，真的每次半夜傻都很期待。嗯。有的人有人说，就是 ASA 的话可以二次搅拌，粘性会比较好。但是我懒。所以正常来说，其实是要二次搅拌嘛，是隔天再搅拌一次这样。我是有试过啦。他们说的二次搅拌不一定要到隔天的，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到钓场先拌一拌嘛。嗯。之后你绑个钓组，让它发个什么10分钟、20分钟再拌一次。哦。就再放一下，然后再拌一次这样。发酵一下。哦，因为每个人习惯不同啊。嗯，自己习惯就好。嗯。好了，你准备一下，我们等一下也要睡觉。大家晚安喽。晚安。4:56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久违了、哦、好久不见。终于要去钓鱼咯，我们今天会去新达港钓鱼。还好哎、欸。点了、yeah. 我们现在在高雄的新达港南堤，觉得进来的路有点不太好走，超不好走。我开车了，我开到有点头晕。我刚原本是想要选择在这边钓，可是面风怕不好钓，我们就移到前面这边来了。预计7:30左右会翻涨，就来这边试试看喽。我们今天钓饵的话，就是南极虾跟香赞恋饵。被开搞喽！喜多已经急着要绑钓组了。今天玩盐霸，卷线器也是新的哦，又拿去换线了。朋友来了，小家伙，我先开火咯。压力好大，压力好大。狂冲打我，最听我的。不要跟我讲话，真的不要跟我讲。他真的是频道里的好朋友哎、欸，你也中这个了。他每次都吃的超干脆的。
超可爱的。它有好几个尖尖的齿轮。嗯。奇怪，怎么沙漏怎么变那么重？沙漏，谢谢红沙漏。其实我觉得它蛮大只的。还好吧，20是小朋友。好嘞。超冲的，哦，烦死了。10:16，我们下课喽。你很爽啊，不好，你已经有小红沙嘞、欸，还不错，我蛮会咬的。我觉得涨潮的这个时间点蛮好钓的。我们刚刚这边一整排大家都疯狂中鱼，不会无聊，这很好玩的、欸，而且都很多小石鲈。前几天才帮你买一个300多块啦。那被吹一门大门的，直接断珍珠。我真的那一门真的太大力了，我真的直接断珍珠的。因为我讲话的时候，我还要看到你的杆尾被吹。对，打上来就直接断珍珠，我真的快被自己气死。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喽，拜拜。1:24，大家好。为什么我又临时做了这个开场呢？就觉得今天手气不错，再去搞搞。有人就是不死心啊！那我们下午又要再去小搞搞，而且还带着活虾桶，就这样硬生生被他拖出来了。我们就去找青南堤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钓活虾跟练饵就好了。嗯，搞搞好。我把我上个礼拜没有钓到的粪给钓回来，报复性钓鱼。不管在那边睡觉。小黑，这么小黑，你都帮我升国旗，不要磨到脚。嘿嘿，一号。你打得很漂亮哎、欸。回家咯，拜拜。哈哈哈哈哈，居然。
5:06，下课喽，又再度下课喽，满意了吧？满意了吧？我们等一下要去吃饭，一间我们还蛮喜欢的日本料理，带大家去看看。6:13，还是看，我觉得我自己蛮推荐的。如果有来台南玩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来试试看。最喜欢吃这两个，炙烧鲑鱼跟比目鱼寿司一定要点，超好吃。宫保鸡丁必点，好吃，好离谱。开心吗？吃饱啦！我们这样吃下来，那一大桌菜，两个人2120。大家晚安。6:52，大家早安。我们现在在新达港的北堤旁边的咖啡厅，对面就是我们昨天去玩的新达港南堤。我们换换看，换到对面来会不会比较好玩的？昨天的 OK 一定躲在对面。快来找我，快来找我！是钓这边这个航道这边。今天天气都阴阴的，刚刚还有点小飘雨。第一门。开壶是吧？哦，哎，你真的很幸运呢。哇，我们朋友，又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哇，谢谢。这两天我们朋友都很捧场哎。大家如果有来的话，要注意石头，因为它有的石头还蛮晃的，对，有的会动，所以大家走石头的时候要小心。刚才两杆都中了，但他很凶了哎、欸，嗯，他很凶，喜欢。超猛的，我们两个才各下不到两杆，都开始开壶中鱼，这里也太好玩了吧！炫耀什么？到底在炫耀什么？好香哦！对吧？我好像摔到他了哎、欸，对不起。QQ 太远了。山呢？哎，小龙山，我没看过这么小的、欸。都蛮漂亮的、欸、小龙山，回家。
嘎罗也太会咬了吧。哦哦，大威奖呢哦，是什么？恰贝拉吧，恰贝拉。嗯，好。哦，进步了，越来越会翻身了。哦，特别会钓呢，你多厉害哦！哎呀。10:30下课喽！有遇到蛮热心的钓友，然后有跟我们说这边其实涨潮的时候都蛮好钓的。我刚才也陆陆续续钓到超多的嘎罗啊！哦哟！我们左边的是有钓到小红鲨，他可是有钓到 OK 的哦。跟大家说拜拜喽！拜拜！拜拜！